天，他们说我跟你讲，本来我唱今天的，然后我跟他兑换明天，因为你只要做司仪啦，所以你就换的改天，因为大多数都是换时间的，只是我们是换天。换天，可是今天不用紧，你爸爸载你哈，要自己驾车，对不对？就比较 OK 的。自己驾车哈，今天哈，我会怕哎。对，熬干到不一般，都往今天未高哈，因为上一次在熬干的时候，那时间就 overrun 的，差不多要20分钟这样子。对，所以让我去到不一般都哈，满身汗这样子。真的很担心哦，因为很少驾车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少自己一个驾车跑台。对，幸好有妈妈陪，很好的妈妈，对不对？对。要好好孝顺你妈妈。好，一定，以后会嫁了，连你妈妈一起带过去啊！我也是这样想，买一送一啊。好，我们的凯琴来，就不耽误你的时间，来第一首带什么歌曲？那第一首呢，来安排这首《冷冷的心上人》来送给大家。好，一首怀旧的经典歌曲《冷冷的心上人》。多情的人，